今天是什么日子？解禁的日子，好日子。距离收假还有多久？六个小时。还剩六个小时，你想做些什么？你不应该问我还能做什么吗？我今天不是工具人，也不是搬运工。我是没有感情的干饭完，就这样。到底是啥？干啥哇？不是这店在哪儿啊？这不像吃饭的地方。打电话问一下吧。还拍呢？快找找地儿去。今天吃的是什么菜？今天吃菌的一天，因为现在是吃菌的季节。蘑菇，还是说你们云南的一般都叫菌？对对。蟹手青啊，刚刚上的人来看呀。上面配的是鱼子酱。问我什么感觉？解禁出来之后什么感觉？有点社恐，好久没有见到这么多人。赶紧吃，趁热吃。来了啊！它上面白色那个是什么呢？刚刚说，乳扇吧？是吗？好像是。因为他们这种菜里面蛋又不是菌香，又鲜味，又是鱼酱，刚好能咸淡的味道。不是，你不是说马上要吃这个吗？嗯，这个对啊，清新口的。这个上面是青苹果。不、哦，不是一起吃吗？一着急，一起吃有差别吗？该吃了，鲜，有多鲜？形容一下，像我一样那么新鲜。哎呀，没拍照，算拍我的，拍我的。烟熏金鳟鱼，上面搭配是蒜泥酱和小葱，上面撒的辣椒粉。哎呀，没拍照，拍我的，拍我的。哎呀，这个地方，由于体验感很重要，所以就到这儿吧。不错，你们看，不错吧？我也觉得。拜拜。